can hear the chants from the crowd. Let's go, Brandon. Let's go, Brandon. Let's go, Brandon. I keep it drawn like I'm Nick Cannon. Hey, hey, let's go, Brandon. Pandemic ain't real, they just planning. Hey, hey, let's go, Brandon. You ask questions, they start banning. Hey, hey, let's go, Brandon. Hey, hey, let's go, Brandon. Hey, hey. 布兰登是谁？为何突然就火遍了全球？跟拜登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句美国新国骂呀，真实的含义呢是 F Joe Biden， 是美国右翼人士反拜登的新口号。那么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呢？在阿拉巴马州十月初的一场纳斯卡赛车比赛上，冠军选手这个布兰登布朗呢接受了记者采访，当时台下观众意图通过比赛转播发表自己的政治立场啊，一致高喊着。然而呢，记者呢却将观众席的声音转述为 Let's go Brandon， 加油布兰登。现在加油布兰登已经成病毒式的传播，不仅在美国的这个网络社区呢能看到加油布兰登的歌曲和舞蹈，还能在美国各大集会现场听到这些口号啊，就连一些公众人物都在使用这个标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比尔波西，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杰夫邓肯，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提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很显然这些人都是特朗普的忠实铁粉，拜登的一身黑。实际上在赛事场所等大型集会上高喊这个 F Joe Biden 来表达反对拜登的立场呢，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了。从今年九月份的美国高校橄榄球赛开始啊，这句儒雅随和的美国话就成为了体育迷们的加油助威常用语，而且呢向其他赛事扩散。当然这话上不了台面啊，一报道呢就得打码啊，总归是有碍观瞻。记者呢为掩饰尴尬造出的加油布兰登相当于送上了助攻，不带脏字儿，但大家都明白你要表达什么。拜登本人呢并没有对这个梗呢多加评论，而白宫的新闻秘书普萨基在11月12日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回应呢如下。I don't think he spends much time focused on it or thinking about it. 然而美国民意的分裂以及不断下降的支持率仍然是拜登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的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持续下滑。在关于2022年中期选举的部分中，美国受访者强烈支持共和党而非民主党。仅有 36% 的美国受访者认可拜登的工作表现， 53% 的受访者不认可。上个月该大学的民调显示拜登的总体支持率为 38%， 要知道他上任的头几个月可是得到了近 60% 的美国受访者的认可。当被问及美国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时，受访者提到了几个共同关切的问题：分裂和两极分化、经济困难、边境危机、通货膨胀、新冠疫情。尽管拜登曾鼓吹持久而强劲的经济复苏，但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发现，6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经济正在恶化，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正在好转。美国经济的好坏往往与总统的支持率直接挂钩。目前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年时间，而拜登的支持率已经接近了民调的最低点。如果不能快速恢复，共和党将获得巨大优势，并且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后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总之，民主党需要拜登快速挽回自己的支持率。但就从拜登的目前这个表现以及美国总体的形势来看，是不是有点难呢？